怎么样利用零碎的时间学英文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滑手机也可以学英文的方法。这个学英文的方法真的很简单，只要你平常有在追踪的这个你喜欢的英文 YT 频道，中午休息的时间或任何摸鱼的时间都可以打开刷一下。很多人都会直接听影片的内容，但是有一个保障，就是留言区。Running on the beach. Wow. Oh, yes. 我刚才在看的这个影片呢，就是欧普拉上节目接受受访的影片。你看得出来他已经70岁了吗？他看不出来。好，所以我们看下面的留言哦。就第一个留言，这边怎么说呢？他说 Everybody talks about how good she looks for 70. 哦，大家都在说他看起来70岁，看起来好棒哦。然后这个人他就说到 My mom and dad are at least 5 years younger than her and are already declining mentally. 所以他说，哦，我爸妈还比欧普拉小5岁，可是呢这个智力上已经有点衰退， mentally declining. 所以不到一分钟吧，你学到两个东西，如何形容一个人看年纪大了看起来还是很棒， how good she looks for 一个数字。This is Oreo. He is 13. 所以他已经13岁了，他是猫界的阿公，所以我也可以套用刚才的那个句子。How good you look for 13. 13岁的猫听说是人类的阿公。去找到网友有趣的留言，看看你有感觉的。然后呢想想这句话，这个情境我可以怎么用在我实际的生活中，我可以用这句话用来形容我生活中的哪一个场景，或我可以跟哪个人讲这句话，接着把它造句翻成你可以用的场景。就像刚才我对着我的猫做这样的练习。Oh, this is your cat. How good you look for 13. My cat is 3 years younger and he is already mentally declining. 猫咪会失智吗？嗯哼。有趣的英文学起来，追踪我。